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各位同亲，大家好。足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咱的初级班。我要甲大家讲，头拄啊，秘书长有咧甲我鼓掌。实际上，我甲大家同款，拢是有为着咱台湾的未来，咱有一片心要去做。你讲大家安尼对唔对啊？足感谢啦！我要国家大家讲，真济代志啊，咱拢唔知啊，所以我要把这三天的上课简单的浓缩，予大家更加清楚。咱来看一个 PowerPoint。好，大家足清楚啦。咱流氓政府拢是啥？用骗的啦，骗很大。给咱一个报纸，安怎讲？罗龙光这个牧师，伊安怎讲？伊讲。出卖台湾主权，这是啥？马英九讲话讲中国大陆是我们的领土，安尼是不是骗很大？大家搁思考看卖，伊安尼讲也无唔对啊！他是中国人。中国人的土地啊，就是在中国。咱这的人，唐人穿未过来。实际上，伊的讲法，咱读三天啊，是不是大家足清楚嘞？咱。现在台湾的地位是日食美战，咱是属于日本天皇的土地，美国军事占领，所以要甲国家大家讲较清楚，脑差。这个机啊，那是叫做美战啦。恁大家去参加外口的活动，真侪人拢插这个机啊。有插这个机啊无啊？那有，你去参加无要紧。那无啊，那拢是我咧甲你骗啦。大家记得清楚。脑插这两支旗啊，就是伊有照法律咧行。咱即马要搁甲大家讲，一个拢用 PowerPoint 甲大家讲好清楚。恁大家来参加，确实只过收回。你的协会的成本，你来听秘书长的演讲，家己心内有数无？有，是不是收回你的成本？对。我要搁多只讲，拜托回去，鼓吹少年的来读高级班，这个投资。报酬率，投资报酬率，越高，
秘书长伫遮宣布，永久的任用资格，等于是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这个就是高考的毕业证书，高考及格的证书。安那讲，因为来受信的这些同心，你是革命的先行者啦，你因为你爱护这块土地，为了要奉献为这块土地打拼，当然你是革命的先行者，革命的先行者有特别的优待。天灾啦，所有大专毕业的同学要考一个国考啊，足困难。以前阮做学生的时候，想要参加国考，我迄阵啊在想讲，我若做兵，若抽到金门，炸瓜切，炸瓜猪来金门看，另外就要回来参加国定考试。少年人的希望拢是讲要去替人民服务。我甲大家讲，我嘛真好运啦，吼！我伫大学研究所啊，直直为助教，直直先甲教授，啊甲讲座教授，直直先啦。啊，咱迄阵啊，我懵懵懂懂。我甲大家同款，秘书长去啊，甲我讲有这个论述，送我一挂册，啊，我得毅然投入，所以我甲大家拢同款，我是第几个啦？哦，我是第几个？我伫遮啊，我甲大家。到打拼，咱的目标是要把流氓政府早一日把赶走。今日来的是坐计程车，我甲计程车讲讲个，伊讲里程十分钟会使让我看卖咧无？我甲讲吼，恁跟我做这个代志就好。我甲讲我。本身的状况，伊讲伊会去做，我提几啊张诶，这个要做啥？那个要做，咱全台湾有办身份证的所在，我家拢有啦。那爱诶，我来找咧，有诶提转去到本。到公告，因为我坐伫车底，甲伊讲，甲如何伊，爱讲你的身份证摕我，下来向我照看嘛，我怎啊摕我看？我甲讲哦，你若是本土台湾人，拜托你做一件代志就好，其他我无叫你牙签、牙刀去甲流氓政府关照，干那来申请这张身份证就好啦，安尼。拜托你，伊讲好，这是我今仔日的所得啦。啊，若要讲吼，这哪里做功德呢？安怎做功德？以后要予咱台湾人民过较好，这就是功德一件。啊，恁到底来做好阿妈？好，足感谢啦！确定啊，有兴趣的人吼。我有卡曼有吼，啊，这就是先开到遮，哦，啊，这拢有专啊，咱台湾的咱的办事处啊，变个拢会真清楚。好啦，咱了解安尼啊，所以真正骗很大啊，咱慢慢来看啦。那时间较长，
咱就看较济。啊，那时间无够，无要紧。少年嘞，有带随身碟来啊？无啊？那有被 copy 甲 copy 转去。我搁直接讲，那大学部跟研究所的学生，你哪个机会？希望我去，我事先甲通知。啊，电话吼，我那伫网站上，还是伫咱较早报纸的新闻上啊，拢有啦。迄我拢是24小时开放的，甲通知者。你甲讲你伫第几期的？恁倒一个学校要办同学会，我一定去参加，因为咱足爱。真济少年人来到三江，少年人依靠落去，像我有当时也常咧破病啦，因为昨才破病，一个娘37度几，我咧想讲，我今日就唔在滴来无，我讲啊那，甲下晡过来，身体若无较好，我就爱紧敲电话讲，啊，我的课甲调一下。拜托，什么人来带一个？啊，我天公足三工的，发生无爽快了后啊，到尾啊，过点外钟以后，到下晡来，身体较好啊。啊，所以因为我足欢喜来听上课的啦，这就是我。病源可以排除，所以我家己嘛，那大一点课从来无缺席过。我那会遵守我的诺言，啊，无就真正倒伫眠床。吼、哦，安尼大家会足清楚啦，吼，啊，大家足甘心啦。啊，咱过来看，啊，这怎样啦？这就是有诶人吼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小英啊，迄个叫来的啦，会要做啥？以前来咧讲说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啦、啊。啊，这都美国啊拢用啊啦，用咩甲咱骗的嘛？啊，很重要。主权是什么人？他不讲模糊。啊，这是安怎？啊，伊的最大利益啊！啊，这我大家。知影就好啦吼。这张爱大家好好啊记伫头壳，不可能改变啦。为什么美国有关单位，咱伫啊2010年9月8号伫世纪酒店开会的时候，美国上岸这两张，伊安怎讲？讲你交何人，恁提登给秘书长。啊，秘书长上头啊，无你去靖国神社呢？提到这两张了后，讲哦，发现讲原早咱的这土地所有权人到底去哪底啦？啊，去哪底是啥物？这是日本的二重桥呢，啊，这是啥？原则就是安尼，所以咱就组团去拜靖国神社，去跟啊自受加这个天王，已经去两年啦，今年。大家若要写历史，要创这个纪录，把握机会。他拄啊，秘书长老讲过，赶紧报名。我若无倒咧伫眠床，我若一定会去参加，因为第三年嘛。所以要甲大家讲。
咱家有诶教足少年呢，希望你去招你诶同学，啊，你诶啊遐诶朋友来上课，来清洗门禁，这是投资报酬率相关的啦。后来，咱过来看，秘书长啊，你咧讲，啊，大家足清楚。我看到这個，美国高等法院都安尼判决啊，有啥物咱台湾？即个讲，伊是迄个要做啥？要做教授也好啦，老师也好啦，啥物啊？讲高等知识分子也好啦，拢唔知啊，拢无即个观念是安怎？啊，即黑白讲，讲美国高等法院黑白写黑白讲。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为何美国高等法院做出如此的判决？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。秘书长，伊研究国际法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去甲告美国，袂使乌白告呢？一个国家互你乌白告，你若讲要告政府，当然退惊。所以，这拢是天佑台湾。美国高等法院判决，什么总统敢违背？唔是咱家讲。啊，总统都会使控制司法，伊要何什么人落来，就什么人落来；何什么人有罪，就有罪。爱甲大家讲，美国三权分立，哦，这爱予大家知影。咱过来，要搁直接搁甲大家讲，有真侪朋友。伊讲啊，阮以前隔壁，然后恁参加恁民政府，到尾来讲，讲唔是因家己创一个台湾政府啊啦。啊，哪里来敢招？啊，要敢叫阮去听？啊，咧吃免钱的，大家爱认清楚。美国行政单位因主动协助本土台湾人。下面叫做本土台湾人，今日副秘书长提一篇文章，确定啊，咱才阁予大家看者。咱首先要甲大家讲，下面叫做本土台湾人。这个本土台湾人啊，是台湾民政府则是唯一的原告啦。咱是唯一的原告啦，台湾人民不要上当。是安怎？因为外口啊，为了要拉我们本身的力量，国民党也好，民进党也好，其他台独也好，成立其他的党派，咧办啥？伊讲啊，来办这个要做啥？啊，身份证啦，因遐哪里发身份证啦？哦，啊要输咱的发的身份证啊，看会较缓慢无？因为美国甲咱讲，你若有发甲啊41万人，要甲咱的证款给人，啊，今日坐计程车。计程车司机讲：“啊，你凭身份证会使摕来照看了。我有摕互伊看，看看伊讲：‘哎呦，恁家有芯片哦！’我甲讲：‘
你若入去美国，要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，摕这张给海关就好啊。其他咱这确实是美国制造，确定啊，是这影片给大家证明。所以要甲大家讲，有诶要甲你模糊焦点。我来阮遮啊，阮也咧发身份证，去因迄个单位，因也咧发身份证。每一个所在可能四五位拢咧发身份证，主要是啥？要甲你模糊焦点啦，要互咱安怎？较慢咧，互你较慢咧。确定了之后，过来看，这拢是啥？故意啊，来把我们拉在后面，使你们没有那么快的成长。哦，咱过接来，啊，咱爱甲大家讲，咱是唯一的原告。秘书长出名去告美国，到时美国要找什么人？那是主要找咱，吼，唔好和其他人我白讲，我讲来爱找谢长廷哦，啊，过来找彭明敏哦，啊，是过来找台独一挂大佬，有的台独大佬咱足尊敬的，但是唯一提出告诉是什么人？所以，爱甲大家讲是林志森博士。所以，安尼，大家有足清楚啊无啊？这今日的大家分一分嘛，好、哦、分一分啦。啊，这就是伫遮摘录下来的啦。好、哦，这是叫做啥？因为这安怎讲，这就是因咧着记吧啦。安奈蔡英文无出来讲，伊才500万票啊，蔡英文要偌济？600万票。民进党的人咧着记吧啦，是咧伊个赶紧吼。看放出这个消息，让我都去甲伊讲啊！伊要插一卡，我爱甲大家讲，我爱甲大家讲，蔡英文这听无的啦，恁期待听拢听无的啦。伫遮我嘛甲大家讲啦，蔡英文要选总统的时去美国。美国甲大家同款，是毋是大家拢有送一支美国国旗？蔡英文去美国，若送一支美国国旗，你毋知影无？你吼毋知吼？要阁甲你讲一个较内幕的。迄阵啊，去见两个人，一个人甲讲：你等下台湾，甲台湾民政府。去联络，有蔡英文的智库来跟咱联络，讲因要上头讲叫咱去互请啦。秘书长讲安尼啦，你来阮中央啦。因讲要派六个智库来啦，啊，咱这边啊传六个，时间拢讲好啊，要谈哦。到尾蔡英文讲啊，台独大佬反对，把这个约会取消。这大家从来唔捌听过。我要甲你讲，因为咱是细汉的嘛，伊的想法啦。咱知咱是咧告美国政府呢，高等法院就判决啦呢。因即卖才知影，啊，谢长廷较聪明，伊500万票，
赶紧来发一个这个故事，讲，请咱啊平教授啊，甲伊本人甲啊林志清，实际上咱林博士甲这三个人拢有熟悉，足久都熟悉啊。奈何必要大家写一张批来上？伊咧壮大自己啦，伊也想要来插一卡啦。讲一个较歹听的，咱必须这样讲：欢迎国民党，欢迎民进党，其他的党派拢来受训啦。安尼大家唔只有这个政治伦理。您安尼讲对唔对啊？这也唔是我咧讲吼，这就是大家上网去查，拢足清楚啦。吼，啊，这拢是啥？民进党内底啊！蔡英文事先就知，今嘛过来，谢长廷也知，啊，这因心肝拢啥，拢是中国啊，啊，咧中国早都爱过去啊啦，所以爱互大家了解，啊，当然，啊，平教授，咱是足尊重一个，啊，实际上。伊那认为，迄阵秘书长有讲，啊，甲平教授话见过面，因安怎讲？因讲我转述啦吼。啊，平教授讲，林先生，你研究政治法吼，啊，我这较无研究，我较唔知啊，吼，又讲到这款的情形。啊，实际上，咱也无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，真正，咱要甲人算啥？咱大家要有这个智慧去了解，这是100%正确的。啊，你看，这啊，因，这就是。这都唔是伊个国家，即个为人都无写好。啊，伊你看这，因你看，伫国防部啊，咧甲裁撤陆海空三军司令部，是阿要裁撤。美国讲，嘿，啊恁包括款款来准备爱走啊呢？我有甲讲一个时间，所以因心肝底那是美国甲咱讲。军队因来负责，警察讲叫咱来训练黑熊啦，所以咱爱较少年的人，啊，拜训练出来，咱就是要去管警察局。咱的主张不使用武力、暴力，只要。赶快早点用和平的方式，请美国把流亡政府带走。美国有这个计划无？有，平潭岛、淡水港，咱现在淡水，甲平潭岛已经有航线通航。大家去查，上网去查，这是。千真啊，正确的消息。你看，这是什么国旗？这是什么国旗？啊，美国上爱啊！恁出钱来买武器，啊，我来指挥，我来使就好啊。啊，就是他们的利益，拢是模糊啦，吼。啊，这共军啊，
中国国民党跟 中共共产党和解签约化了，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，美军三十年来第七舰队官兵来台，这也不是我说的，签约就来了，这啦，咱出钱，热战，这个有做叫做安邦雷达站，这拢属实，未使我别讲的，这那是迄个叫做清水吼，清泉岗基地，那是拢民航机超过12点绝对不能进入，哎，登去关闭。好啦，今麦要放一个影片，告诉大家，这不是我咧讲，这个影片三立有甲咱报道，咱是感谢。但是伊甲咱报讲，咱这是家己做的啦，唔是咱做的吼，要予大家知啊。后来，咱请咱同心甲咱放这影片予大家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、厚厚一叠，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"台湾民政府"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，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。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。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好，安尼大家足清楚，咱这张是美国荷花叫晶片的。晶片，我要再跟大家讲，你现在来请，因为你们是革命先行者，让执政以后退给你们5000块消费券，因为大家在说，我交1000块爱去签一张，咱这的人民实在足可怜，有诶足无钱啦，无法度即送去美国做，所以大家较艰苦一下。咱这个单位那是爱开足侪钱咧，所以拢无向外去募款。人甲咱讲，咱诈骗集团。我要问伊讲，咱家己诈骗偌济？又搁一个民进党的大佬，伫台北咧讲咱是诈骗集团。咱一个牧师咧甲讲，我甲讲是虾米人讲的？伊讲咱都安尼讲啦。我甲迄个讲，那安尼讲就是你讲的。
边啊，我过一个人格者，伊讲唔是啦，是姚嘉文讲的啦，我伫遮呼吁姚嘉文，咱台湾民政府跟你炸多少，希望你提出来。所以，咱要发这个身份证，一千块。咱执政的时候，用消费券推给你五千块。阿叻，好啊，好啊。这拢秘书长甲咱交代，希望大家回去较鼓吹的。好，过来，咱啊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，这哦，讲这个身份证有遐路用啦，来，搁看这个，咱就要来结束啊，来，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，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。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。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姚夫姚夫过来过来，我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，那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要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？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行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《黑熊》里面的这个妖子呢？不是呢。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，必须定义非非熊干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+1=2，所以真的搞混了，这个流亡政府混到。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。好，咱今嘛要拜托两件代志：第一，等于鼓励大家去办身份证；第二，叫伊来上课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有过头一两分钟，咱赶紧吼，甲遮结束，啊，赶紧落来翕相，啊，咱甲遮下课。各位学员，请起立。今日下课，阿下各位学员把椅啊吼，椅啊拿开倒啊顶坑的，把椅子拿到桌子上放一下，谢谢。啊，请先到那个一楼大门口先拍照哈，拍完照再整理行李。先去一楼拍照，拍完照再整理行李。